你们疫情间推大概取消了多少场啊？取消多少场？演出啊，就太多了，经纪人不好意思跟我说。我觉得直接算我们粉丝有估大概掉多少？大概一条大安路吧。你看他店都从大安路搬走，降级，没有资格住大安路。刘斌不是刚当爸爸，照顾小 baby 有上手了吗？我觉得说上手的话，一定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，所以不要说太早。白天刘碧都还是会来录音室哦，啊，真的，他的那个黑眼圈真是多。最近我们有很多直播啊，发现我的脸都消瘦了，对，算是硬货，是熬下去。对啊，这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啊。OK OK。因为你们已经有三个当爸爸当结婚了，接下来两位还有两位没有，就是结婚会有打算今年或是接下来？快了，恭喜！现在是多元，快，希望大家支持多元成家。那我两位想说，什么时候你们计划想要结婚？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对啊，我觉得十年后应该还是这个状态。哎呦，说不定哦，变哥发下豪语，说不定哦，嗯，所以我们在撑啊，就看谁能够当这次黄金单身汉。你们疫情间会大概取消多少？我们最近比较大。就是状况比较好，才有开始像校园。六月有一场校园，上礼拜大概从二月到六月。你们粉丝有大概一条大安路吧？所以有人流泪吗？这段期间？天天的一类型里面，一类型。没工作的时候少了一条大安路，真的是。对啦，你看阿店都从大安路搬走了，降级，没有资格住大安路。